耶、yeah, ！又到了一起开心跳舞的时间喽！赶快站起来，一起跟天才面包理发师动一动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美丽帅气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超自信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世上有爱心，还有小薇悄悄带给大家加油和鼓励。每天充满活力，每天充满创意，让来来轻松拥有新造型。Yeah! 每天都要努力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开心心，不行，永远在这里。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律动的呢是天才面包理发师，我们一起跟面包理发师说 hello hello， 大家要拿出精神一起练习喽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就跟柳丁哥哥先来练习一下喽。那我们先把手变成一个大圆圈，再变成一个小圆圈，这个就是大面包跟小面包哦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喽，大面包小面包，手手变剪刀，两边闪闪笑嘻嘻，大面包小面包，手手变剪刀，双手闪一闪，再往上打开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大面包小面包变剪刀，然后把身体比最大，觉得自己最 fashion， 然后再比个大爱心，手手比个 V， 右边跳左边跳，拍拍手比两个赞。哦，那现在动作都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了，我们就要把动作跟歌词结合在一起练习喽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的话，就一起大声说出来喽！预备，开始！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美丽帅气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超自信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时尚有爱心，还有小薇巧巧带给大家加油和鼓励。那面包理发师，你觉得大家表现得怎么样呢？面包理发师觉得小朋友表现得很棒哦，而且面包理发师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蛋糕造型大师，会帮大家把造型变得焕然一新，然后心情超 happy 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变身不同形状的造型甜点，像百香果姐姐最喜欢圆形的柠檬塔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什么甜点呢？请问轩婷最喜欢什么甜点呢？草莓可颂。草莓可颂。那佑辰呢？马卡龙。那轩宇你呢？杯子蛋糕。那雨欣你呢？抹茶蛋糕。柳丁哥哥呢最喜欢千层蛋糕了。那接下来面包理发大师呢要帮大家在身上加上可爱的造型哦。我们数到三要一起说变身咯，准备一二三，变身。哇，大家都变得好可爱哦。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走伸展台哦，展现自己美丽帅气的造型。要走伸展台呢，就要自信的往前走，然后摆出三个帅气的 pose， 像这样，耶耶耶！那我们现在要全部的人一起往前出发咯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走秀去，出发咯，往前走，摆出三个帅气的 pose， 准备咯，耶耶耶！哇，大家好可爱，帮自己拍拍手。接下来继续跟面包理发师跳舞吧。每天充满活力，每天充满创意，让来来轻松拥有新造型。Yeah! 每天都要努力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开心心，不行，永远在这里。让你美丽帅气，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超自信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世上有爱心，还有小薇悄悄带给大家加油和鼓励。每天充满活力，每天充满创意，让来来轻松拥有新造型。Yeah! 每天都要努力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开心心，不行，永远在这里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美丽帅气，美丽帅气。欢迎来到面包
我是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转身设计出超好看的造型，把手提游戏组。